2 years ago, Hong Kong's Tang Chun and Tse Ying Suet formed a new and formidable partnership. In just their fourth outing together, they captured their maiden title in Taipei. The fast-improving duo carried their momentum into 2017, winning the Denmark Open and finishing runners-up at the year-end Dubai World Super Series Finals. A title triumph at the Perodua Malaysia Masters solidified their status as Olympics medal contenders in Tokyo 2020.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Badminton Unlimited took our cameras to the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 to check out their training session and to find out what their typical day is like when they're back home in Hong Kong.我就係鄧俊文，呢度就係我哋平時訓練嘅地方，香港體育學院。大家好，我係鄭雪，今日會帶大家嚟睇下我哋訓練嘅情況嘅。頭先我哋已經熱身完啦，咁啱啱教練安排咗我哋打三打二，咁主要就係 練呢個發節拍，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計劃。可能教練就係針對我哋嘅訓練方式，所以就三個打兩個，可以令到我哋長長速度會快啲。如果俾人打開咗咧，你又要放慢嘅節奏啦；如果俾人拉咗你後場，一定要慢，唔可以急。 当初就是三年前左右嘛，那个邓俊文是打单打的，他过来了以后，观察他的技术特点，包括一些打法，就是认为他这混双这方面应该是比较有作为的，就是当初有考虑到跟谢颖雪搭配，那时候当时谢颖雪呢，他有另外一个搭档，也是在争奥运积分，那奥运结束以后，我就考虑让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因为从他们从训练当中观察呢。 就是非常有特点，两个左手配在一起呢，他的球路就会比较刁钻一点，还有一个出球的路线，对方如果是两个右手的话，常常会不适应这样子，所以就是比较明特点比较明显。他们两个心理上是没什么问题的，那主要是针对训练上的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尤其他们打到这个阶段。 要非常明确的，要训练他们需要的东西和跟别人对抗对方的打法，怎么样扬长避短，就是发挥自己的长处去打对方的短处。关键就是要放开去打，不要把自己的位置啊，我现在世界排名多少，就是最担心他们现在有这种心态，就是哦我现在可以了，可是。 你并不代表就是每场球你都可以拿下来，人家是在打你，就是说要一定要保持平常心态。个性就邓俊文呢，就是安静一点，可是他静中有动，他打球是非常聪明的，就是在对场上的感觉啊，对球的感觉判断节奏，他都是非常优秀的。那谢颖雪呢，就是性格是属于比较开朗型的。
他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是敢打，就是因为好优秀的运动员，其实最要具备的就是这个，不是说训练练得好，比训练打得好。关键是在比赛的时候，那唯一一个就是谢盈学就是做得不好的，平时训练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教练一直要在后面推，就是要强迫这样子，因为他这个要逼他这样子练，这样子效果就会比较好一点。 球場嘅訓練就完咗啦，跟住我哋就上到嚟呢度，就係體能室啦。我哋平時每個星期有3至4日都係跟我哋嘅體能教練新宇做，佢俾計劃我哋做力量嘅訓練。因為佢哋都係跳跳跑跑急停啊嘛，所以咧。 佢嘅 pat pat 嘅力、膝頭嘅力、腳腕嘅力，三個嘅力全部用曬。呢個位，最少係呢個位。最辛苦啊，跑步，因為我自己最驚跑步。我比嘅咧唔係比太多，個時間唔係好長，但係長到去有啲反應，但係咧。 每一次重複咧都好多，所以加埋咧其實都好多，total 差唔多3K。 呢個主要嘅功能係保護佢嘅膝頭嘅四周圍嘅肌肉。辛苦一定會嘅，不過佢成日好練得好開心咯，令我哋冇咁悶咯，每次啲訓練。 雙打組差唔多有加加埋埋有10幾個20個運動員啦，咁每個運動員嘅計劃有啲有時唔同啊，咁我哋要用科技啦，用 WhatsApp 啦，咁每一個禮拜嘅計劃我就會 send 俾佢哋，啊佢哋要睇到自己名，今日做幾多做幾重做幾下，做啲咩嘢，咁我就安排啦，所以要用科技，都要睇，因為個動作啱，要做到啱唔啱，啊有時會佢哋攰，亦會。 偷食啲，咁都要睇住，佢冇去好乖嘅。咁佢成身嘅力孭住一個60公斤嘅重量，要踎低之後起身，所以佢成身嘅力都係出曬啦。咁佢練到咩咧？就好似阿雪咁啦，頭先啦。 髋位、膝頭同埋佢腳腕嘅位，全部都練到。而家最標準嘅時候，平時成日偷雞。係<笑>你睇到啦，佢成個髋位、膝頭同埋腳腕嘅位都係發緊力，但係呢個動作咧係後邊嘅肌肉多啲啊。咁呢段點解咁緊要咧？佢急停嘅力，急停同埋跳嘅力，跳之後落地急停嘅力。 辛苦，唔係好中意，但係因為好打羽毛球嗰陣時，好需要有力量嘅幫助，所以一定要練，好需要。練去殺球嘅力。哇 ！OK。 可以，唔使。 做3下咁少嘅，因為爆發力。